就算明天滑稽，因为被阿妈怀疑啊。那么过日子，那么对阿妈恨你好啊，那突然间对阿妈恨你好。因为吼，阿妈是阿爸阿母啊，虽然当然对伊好啊。对啦，伯祖啊，以后吼，阿爸甲阿母拢会老，老完了，你爱教阮两个友好哦，知无？你有钱考无？安怎讲？你有钱考，我再买友好你啊。伯祖啊，你还知影无钱考的代志？我听你甲阿爸讲无钱考的代志。我都知影，你搁知影啥？我不知影，你是为着阿妈的五千块，才会对阿妈遐尼好。宝珠，你千万莫讲出，知无？尤其是阿妈，袂咧互伊知，有听无？哈？有听无啦？我知啦。算的，你大概输在一直考。那呢？你把我不办好你的安平还我。阿妈讲哦，那是甲我敬的啦。是阮阿母出的钱啦。谁叫要出？好食饭啊！阿杰来，佫无看迄人啦。我。你阿母上阿假生啦，假甲对阿妈遐好，你嘛是为着要阿妈的钱。你阿爸甲你阿母嘛是共款啦，你叫啥物知啊？什么为了我的钱？你阿母假生呐！你阿母上假生呐！你阿母才是的！你阿母嘛是呀！你阿母啊！你阿母！你阿母假生呐！你阿母嘛假生！你阿母假生呐！你阿母上假生呐！你阿母先从啥？阿母，你骂你！狗屎囡仔，你干嘛我？哎，这是安怎哈？你是在创啥？桂花，你哪样我袂吐阮囝哈？你宝贝阿囝欠教死，干嘛我？阿母，宝珠伊嘛有骂你啦。恁囝嘛小教一下啦。等卖菜，等下食饭。阿爸阿妈讲，先出来陪恁食。阿人呢？看啊。我看早晚哦，阿母，你去走。免怨道啦，我跟你讲，阿母迄五千块哦，你是摕无啦。摕无哦，是你。阿母，咱叫找阿妈啦。你是什么五千块？我来金秋，来金秋啊！应该是我身躯比有钱，而且又能对我这么好。金秋啊，我甲村长啊，伊个嫁妆棉被摕去换白米，煮饭啊，给我吃。过后我带去西街。你这些物件给我，安那是反正我身躯就是无钱，还无给我包赔，是给我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呢？阿舅啊，啊你那家己一个钱怎搞啦？是安怎啦？好彪啊！我惨啊啦！我惨啊啦！到底是发生啥代志啦？阮金秋甲金秋哦，因叫是我有钱哦，大家咧收钱要甲我友好。问题是，我要哪有钱？我都无钱啊！哦，啊，因两个人真是认为讲你有钱才改变态度对你友好，就对。天啊！我无你哪会知影？我迄两个孙，阿杰来甲宝珠，两个冤家的时阵讲出来，给我听到的啦。哎呦，当囡仔冤家讲的话，要哪会准算呢？我阿杰啊，你是不是叫迄金秋甲金秋啊，行到破胆去啊？安那乌白想，你家己想看卖咧嘛？你无钱了，天下的人大家拢嘛知影，但因两个人哪有可能认为讲你有钱？啊！无，阮阿杰啊，甲宝珠正是着安尼讲啊。你来想看卖，阮桂花啊，迄宝拢是剩的菜，甘愿去市里着毛我食的呢。
即嘛毋是安尼，三顿我穿大鱼大肉要来休候我，讲阮村长啊，房间也让我我睏，知影我生日，搁摕金手指去共换猪脚，要来甲我过生日。即嘛若知影讲哦，我中央无钱，啊，我是毋是惨啊惨啊啦！阿巧啊，你就是惊恁囝，甲惊恁新妇，惊到安尼啦。因是我唯一的倚靠，我迄两个孙，阿吉拉甲宝珠，阁真乖真好。可是讲因若无要挃我，啊，我是要安怎较好呢？伊还阁有我啊，我来照顾你啊。阿彪啊，多谢你，我知你对我真好。啊，不过我有囝人，我当然是对囝食，哪会使讲去倚靠你？啊，你莫用讲闲仔话啦。哦，那你那就去烦恼别人会甲你讲什么闲仔话。唔通啦。你哦，你就是安尼惊惊吓吓啦，不是要往你家己影来吓吓你家己啦。我问你，你有亲耳孔听到恁金秋还是金秋啊甲你讲这话无？这是无啦。啊，不过阿吉拉甲宝珠啊，因就真实安尼讲啊。敢讲囡仔敢袂讲白痴死？阿母啊，阿母啊，阿母啊！是囡仔我。免惊啦，有啥通好惊？你的亲生囝有啥通好惊啦？阿母啊，恁来走来遮啦！我甲村长啊，四过去找你呢。我着安尼头壳痛吼，想讲即来搬一寡草啊，转来转转的啦。头壳痛，安尼我带你去予先生看一下啦吼。行，唔免啦，唔好搁开钱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厝里吼草药便便滴咧，我等下再甲你送几条仔予你，吼。唔免啦。阿母啊，敢真正无要紧啦？无要紧。阿母，我看要落雨啊，咱紧来转啦，吼。好，阿母。伊讲伊头有淡薄仔痛啦，要休睏一下。啊，无我捧你来开车吼。哦，好啦。阿母，食饭啊。啊！哎，你手啊！母啊，无伫咧房间咧。哪有可能啦？爱达带着明明讲要休睏啊。是安怎？哎呦，阿母，阿母，恁来做来吃无？去房间倒啦。我困来吃就好啦。哎呦，阿母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无啦，那我安怎？我就安尼困来吃吼，我较惯势啦。啊，阿母，啊是毋是房间吼你无介意？啊是眠床伤重，啊枕头困了吼无爽快哈？拢毋是，拢毋是。房间真舒适啦，阿母，来啦，我扶你来房间啦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也是要睏在遮就好啦。村长啊，啊你是倒位得罪阮阿母啦？哎，那变甲是怪怪。我看伊哦，去食命啦。嗯，啊你来再来讲阿母啦。哎，啊我拢对伊有教化，伊是爱我安怎嘛？村长啊，你着莫看近，莫看远啦。迄无的确哦，就是阮阿母哦，超工要来考验咱的。你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吼，我来无想到。哎，啊，假使若是安尼哦，来，恁即爿要安怎啊？我即爿是要安怎？我无路通去啊！我真是走投无路。阿母啊！等下，这是创啥啦？无啦，阿母，我较袂晓做人啊。啊，假使吼，我若有啥所在做无好，你爱教我呢？嘿啦，阿母啊，你千万都唔通生气呢，吼。无啦，我无生气啦，紧紧起来。
是无生气，真是无啦，我无生气啦，恁快起来，恁快起来。哎呀，哦，好佳哉，好佳哉。啊，拄则吼，银秋佫甲我妈讲吼，是毋是我甚物所在做唔对，惹你生气咧？我无生气啦。那阿母，请你回去房间休困啊。系啦。啊，明明吼，我叫银秋吼去虎标洞吼，甲你摕迄头痛药啊。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讲这讲你嘛有够好大了啊！啊，你都明明知影讲纸袂堪你包火，啊，你老金秋啊、甲银秋啊，知影讲因老母无钱，啊，你要叫阿舅安怎？好明生，你放心啦，阮大个有办法啦。哦，是啦，办法是真多啦。即马较麻烦的是，是要安怎让这两个兄弟啊吼，会当良心发现，诚心诚意来诱惑阿舅伊啊啦。所以讲吼，搁较困难嘛是爱试看嘛。我吼嘛不是你想啦，阿姨啊吼，伊若知影我迄两个后生吼，遐尼不孝因老母，一定也足艰苦的。阿姨啊吼，若莫遐尼早死吼，阿舅啊今仔命运毋是安尼啦。高英啊，啊，阿姨啊早前到欧曼尼公家做生意，听讲开头赚真侪钱了，我不然讲唔通都无代无志，煞去丢命，去死都无波头。啊！你讲阿姨啊，甲王曼妮公家做生意，赚真侪钱。啊，是安怎阿姨啊死，应该是留一块钱伫王曼妮啊。那阿舅也拢无分着。啊，人王曼妮就讲无啊，啊无阿舅啊，哪就遐尼歹命。一个查某人辛辛苦苦将迄囡仔养养到这大汉，啊，才有家己亲生后生，你家五爷，你家不老。哼，若讲我这两个不孝囝，应该甲吊来烧啦，真正。好表仔，好表仔。哎，阿伯，你是来创啥？哎哎哎，你听着啊，啥代志啊？我表示，阮老母啊，过去头壳疼啦，我来拆一块药啊，互伊食啦。哦，安尼啦，我来甲阿舅伊啊，扎一个面，看啥问题啊？哎，你敢袂晓看病？你是咧怀疑啥啦？阮大也是好表示，头就知影啦。伊人扎一块胃药，面少扎一个就知影啦。你怀疑啥啦？好啦，无你去遐看下者。啊好。阮请好表示徒弟啊来。阿母，阮请好药师徒弟阿来。阿母啊，恁也袂踮恁眠床顶睏的啦。恁两个啊，平常时啊，罗阿舅伊啊睏在涂骹。哎，无，绝对唔是，无，绝对无。不是，我亲目睭看啊，佫想要辩解，这代志怎样传出去啊？睏了后变安怎做人啊？哎，你莫胡白讲的，迄实在。阿母啊，啊恁若袂睏在眠床，睏在涂骹，恁的出门哦，要甲眼睛歹看嘛。是我家己要睏涂骹的啦，啊，涂骹吼较凉，对，较凉啦。啊，阮后生甲新妇哦，拢真友好，对我足好，甲房间哦，滚凉互我睏嘞。你唔好误会，唔好骂伊啦，吼，唔好讲骂伊啦。咁真实嘞？真实嘞啦。这样，秋燕，你坐落。我给你看看。你嘴开开，我看看。好。啊，阮阿母的身体安怎哈？是长期吼，食唔好啦，还佫操劳过多啦，这人这气吼，受着风寒啦。干那食草药啊，是袂当治本的，需要长期好啊补者，才会用长筋啦。无要紧啊，看吼是要沉家还是沉鸭，只要用个甲阮阿母的病吼，伊要好，就算讲假袂予别人，拢嘛爱予阮阿母食。哎、欸，对。阿姐，阿姐，看阿母有病无？暂时无要紧啦，等我来。
恁阿妈即摆人真虚，唔通互伊伤心，唔通刺激，爱听阿妈话，知无？好啦，我真乖听阿妈话啦。乖，无我先来等。啊，多谢你，多谢哈。阿杰啦，爱记哦，阿杰个话爱记，知无？好啦，我知影。嗯，孙杰，孙杰，孙杰，恁母还是老饭店，有眠床毋困，困涂骹，这位哪团出去夹个命啊？阮阿母都年岁济啊，啊，拢会憋较骨鼻啦。我讲，恁阿爸甲恁阿母，拢是叫是吼，阿妈吼有钱才对我好诶。啊，不过你知影，阿妈身躯边就无半仙啦。啊？恁阿妈即摆人真虚，唔通互伊伤心，唔通刺激，爱听阿妈话，知无？阿杰啦，安尼要讲话啊？是宝珠乱讲话啦。不过迄天你嘛讲，恁阿爸甲恁阿母嘛是为着阿嬷钱才对我好的啊。阿嬷，是的啦，我甲宝珠伫咧冤家，有袂讲的啦。啊，是你有听到迄大人伫遐讲啥物代志无？无啊，无啦。真是无？真是。桂妹啊，你看咱有需要去找阿母。我看免啦，阿母吼，袂定伫咧附近踅踅啊，即摆已经转去银树园家啊啦。阿嬷袂转去银树园家啦。不错，你即摆讲啥？我是有的啦，阿嬷可能走去。阿嬷是安怎会走去？因为我甲阿爷冤家啊。伊就讲，你是为着钱，才对阿妈遐尼好，可能阿妈有听着。你，哎呦，桂花啊，等你安尼拍宝珠要创啥啦？话都别讲啊！你别管啦，宝珠，跟我过来，过来，我要问你话，你跟我过来。你敢来跟我讲啥？讲啊！你较细声，大声甲吓惊着。你话，你讲啊！你跟我爸讲，我欠他的债去，后来阿秀突然问我，你，阿你在这干讲哟？啊！你是在做空嘞你？啊！我今天是要安怎？我把代志已经害了了。哎呀，阿妹，我用我这心弦呐。你让阿嬷怀疑，啊！你搁叫宝珠讲破，真正，真正是气死我！我即马上硬，不是办法，即马上硬吼，啊想办法解决啦。是要想什么办法？哈！宝珠，你阿话，你家己去让阿嬷讲啊！阿嬷，阿嬷啊！宝珠，即马就赶去。阿母在家创啥？阿母在看伊阿嬷。阿母的人无爽快啊，伫睏啊。啊？阿母的人无爽快，啊有要紧无啦？哈，有严重无？啊，你有请医生来甲看无啦？阮会晓甲照顾啦。你免恁阿加好心啦，做有啥人看？哼，恁会晓甲照顾？哼，莫骗人啊啦！你会当予阿母食饱，就袂歹啊。你莫看人伤无，你莫靠势讲话伫咧糟蹋人，以人会比，比人会赢，莫叫是恁家有钱哦，就应该买收阿母的心了。啊，有就有，无就无啊。
看人食米粉，你发烧哟！宝珠啊，行，来看阿妈。哎，等下，我讲阿嫂啊，你即摆当作阮拢无伫这间厝的，家是阮家呢，阿母是阮伫个顾呢，唔是恁家的灶脚，你想要来就来，想要去就去，你还是转去。哼，啊阿母破病，我这做大媳妇的，敢免来看伊啊？春蝶啊，啊你是做啥物亏心事啊？哈尔啊袂记人啊？我哪有？既然无上好啊，啊不你是咧惊啥？啥我惊？啊那你着往入去看伊啊？万一阿母若是知影讲宝珠啊来看伊，你家己赶走，爱心内安怎想啊？阿无，宝珠一个人入去看阿母着用个。啊那你哦，免。宝珠啊，啊你敢毋是讲在想阿嬷，要看阿嬷个？你去啊，吼。你去啊，去啊，去啦！听你入面，去啊！是讲啥？我跟阿哥冤家啊，我讲着钱的代志。你是讲你跟阿哥冤家，讲阿叔甲阿婶，伊拢是为着阿嬷的钱才对我好的。啊，你啊，哪会知影钱的代志？你讲啊。啊！你得听啊！你若知影钱的代志，我袂使讲啦，我无不怕。啊！你讲起来，我正想迄钱的代志咯，啊？啊！我无讲啦，我啥物都无讲啦。我做，你这连报纸都查这钱的代志，哪里讲起来？金手甲银手，我真是阁是我身躯不有钱，才对我才好。我惨啊！我真正惨啊！我要摕去生钱来给因啊！我惨啊啦！我要安怎好嘞？宝珠啊，啊你家讲，有甲阿嬷讲无？有啊。阿嬷有好无？好啊，你毋过阿嬷就奇怪嘞。伊咧佚佗，较无想要破病。原来你是安尼对头阿母的啊！哈，面头前对遐尼友好，啊，脚床后还当作糟干啦！你莫听囡仔后壁讲啦。我无后壁讲啦，我真正有看到啦。准对啊，若要人唔知哦，家己唔通安尼做啦。这无可能啦，我甲准对啊，阿母啊，款待啊好好啦，啥物代志拢嘛无去做。啊！囡仔人敢会讲白菜哦？好啊，你既然安尼对头母，我就甲带转去啊，免来母留伊遮，互你做老糟干啦！哎，你即摆是咧创啥哈？我袂晓目睭金金毛，看你安尼头母啦！真正做假包无爱的人是你，莫叫是阮唔知影你平常是安怎虐待阿母。哎，今日吼，加做一个好媳妇啦！你心内咧想啥哦？阮看出出啦。走，你，还敢走？你袂安尼对头母啦！你安怎？哼，你敢去？行！六月挂彩，你假有心。哎呀，阿母，啊你安尼是咧创啥的啦？无啦，我着想讲，因用无啥物代志吼，甲房间摒摒，涂甲甲擦擦嘞。啊，房间我会晓拼啊！我毋是甲你讲过，厝内底的代志哦，你毋免搁再做啊！阿母啊，你安尼做会去让人误会，讲我甲春蝶啊，把你苦毒啦！我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来来休息。哎呀，真累啊！
坐歇睏啊。阿母，啊你安尼吼，明秋也甲阿妈呢，伊想讲哦，是毋是我无甲厝内底个代志吼，创互清气？啊你看袂济，你才做。无咯，毋是安尼啦，迄是我家己吼，我着无闲又无代志，想讲罔拼罔拼啦。阿母啊，你着等面床顶摕来就好啊啦。啊！大拄啊，四外听报纸伫讲你伫拼房间哦，哦，阮两个去会讲到偌歹听，你敢知啦？真实的哦，我无想遐济啊，我就想我趁我搁会顶当，啊，就像过去同款吼，诶，甲厝内面大家的钱加减。啊，给你讲，叫你卖做，你就卖做嘛。阿母啊，你就等面床顶摕来就好啊啦。村长啊，你着少啉来一下啦！你还想看卖迄五千块咧？吼！我就是看到迄五千块，毋知放给恁老母。嘿啦嘿啦，你家己讲啊！我偌久无买新衫，即摆我搁去买补品，订鸡汤来互伊食。哎呦，村长啊，啊头掠鸡嘛先掠一百米嘛，对不？啊你着喙齿紧小加一下，啊等钱哦得到手，啊你要买啥就买啥，安尼日子哦是我呢才快活咧啊！是哦，唔知要等到啥时阵？紧啦啦，紧啦啦哈！当然来紧啊！啊，若无到月底哦，恁老母若去大金秋遐，人唔知影佫会想啥撇步来袂受恁老母的心。我看哦，我是紧来去买补品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你紧去买啦，紧去买啦！哎，啊，豆豆行咧啊！我面头前爱行来行去，行来行去啦。我伫遐想办法啦，看有啥办法哦，会用将阿母接转来厝里头。阿婷啊，你讲阿母最近破病哦，这是一个接阿母转来正好的机会哦。哎，这个有需要你想哦。问题是村长啊，甲人手啊吼，袂答应。机会哦，你用你那个巧，你想看卖啊？有啥物好办法呢？我即摆毋是咧想啊哟，你啦，今仔出去一嘴，真正要叫你动脑筋哦，是无半片。玉花，人讲哦，娶到好某，等下做错，我有参详这款巧巧好某，讲讲是不是？阿杰啊！你顾店啊，我野菜都好来去给人家哈。哦。啊伊有诶哦，卡起裤起裤，阿妈。阿杰啦，啊你阿爸阿母咧？拢出去啊。啊你倒来好，紧嘞。你要甲我阿母讲出来啦！阿母袂用啦！啊，啥物袂用诶？阿杰啦，恁阿妈是我的大家，啊伊即摆破病，恁阿爸阿母无好好甲照顾，带伊去看医生，安尼就足不应该诶！佮逼伊做厝内底工课，明明是要甲逼死嘛！我若无带伊返去好好静养吼，啊伊死是要安怎？阿母哥，我爸讲阿母返来骂我呢。吼！啊你惊人吗？你著毋惊阿妈死哦，哈？等等，你帮我转来，你是要跟我去对啦？鬼花啦，赶紧给我放落来！啊，你一大挂无看，啊，你变成小三倒爸啦哈？阿母，奈无？阿母，
严重的吼，紧嘞，带阿母来医生馆啦！哎，无，等下，哎呦，无带去医生馆啦，我无这严重啦。啊，我倒来，啊，骨你面色都歹看嘞，身体较重要啦，哈。哎呦，桂花啊，我也是安尼吼，三无时吼，头壳疼，我是骨枕头，我常常都睡好啊，无要紧，唔免去医生馆啦。来，等我倒来，阿母，啊，你年岁较侪啊吼。我若无好好甲照顾，谁会关心你的死活啦？阿母，你放心啦，不管我开偌济钱哦，我拢会甲你身体医好啦。阿桂花啊，我无遮严重啦，真是无遮严重，放我落来，唔免去。阿母，他生的总是好啊，紧嘞，从阿母来医生馆。哎呀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来。病院吼，咱等下厝会静养，我甲请医生哦，逐天来甲你看。唔免，我无病啦，唔免收起来。免啦，阿婆，医生，阿婆无免啦，你帮你先转去啊。安尼吼，嘿，多谢你吼。别，多谢吼。快出来，顺行啊，吼，多谢。顺行哈，顺行啊。阿婆，你的心肝汤来啊啦，喝点药吼，再好好困一醒来。来。我袂枵啦，哎呦，阿母，你今麦食一寡啦，人的身体哦，唔是铁打的呢，安尼袂堪的啦。是啦，阿母啊，这个什么会惊去呢？对你的身体哦，真有好处。是啦，阿母，吃。阿母，那是安怎？你哪里哭啊？哈？阿母，你是倒位无爽快哦？哈？我是想怀孕，我是想怀孕啊！阿母，阿囝甲媳妇甲你有吼，本来就是应该啊。是啊。阿母，你莫想我济啦。从今开始吼，我甲金秋啊，会予你过好日子。啊，你吼，把身体顾好就好啊，吼。你哭啊啦！我哭啊！金秋啊，我弄擦阿母，阿母休困。哦，阿母啊，无吼，我还过在你外口，有啥代志甲我化解，吼。啊，会记啊，这加汤啊，你们。阿金啊，哦，
我艰苦啊啦。真会无命啊！啊，你上心要对我这好，啊，要照顾我，我为什么要做这好？在厝甲阿母带走，用这种少年的步数，厝已经这么有钱，还这么消贪。我点的吼，拢是阿母食顶工的菜。宝珠，宝珠啊，宝珠啊，宝珠，去叫阿妈出来吃饭。阿妈伫灶脚咧煮饭呢。阿妈伫灶脚煮饭。是啊，我拄好看到啊。吃饭啊！哎呦，阿母，你还搁走来灶脚煮饭啦？无代志哦，你伫眠床小体一下嘛。我着拢做惯事啊，搁再讲，宝珠嘛食惯是我煮的物件啦。哎呦，阿母，家在吼，才无外人啦，若无吼，互外人看到，我唔着我这做成，袂去苦到大家。着是讲嘛，阿母，我嘛是甲你讲过，我厝的代志吼，过下会做啦。是啊。即嘛吼，是享受的时阵啦，你唔通搁安尼无时间啊。我讲会叮当的吼，啊，加减做淡薄啊啦，啊，安尼我嘛较安心嘛。阿母，啊，不过我袂安心啊，你跟阮做伙来饭店吃饭好不？好不？好，我饭还袂煮好，要吃饭？无啦，啊，我特别甲你补啊，啊，我去请食堂吼，煮几项啊你爱食的菜来甲你补啦。而且哦，遐物件拢足好食，佫足嫩的哦，你出去无会叮当啊。是啊。你看即马桂花哦，对你偌友好嘞。这应该的啊，阿母我一个尔。啊！阿母辛辛苦苦，甲金秋啊饲啊大汉，啊金秋会当用囡仔啉吼，我应该替金秋好好甲你养好啊。嗯。你看，我咧想开钱啦，啊，我爱欠饭菜尾哦，我拢食惯。阿母，啊，讲到这吼，我真正有够见笑啦。我以前唔捌代志安尼，无甲你养好，阿母，你原谅我吼。对，即摆开始吼，我哦会互你食好诶。好好甲你补偿，阿母，你讲做伙去吃饭啦，好不？好不，阿母。我唔敢啦，我不是，我讲唔免啦，我等下再吃就好啊。阿母，阿母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唔肯原谅我？阿母啊，咱来外口吃好不？是啊。嗯。哎呦，哦，今仔腹肚吼，才无啥拄好呢。我看华生，我吃卡饭吼，嘿，哎，是不是足疼？哪呢？我来去请医生哈。好。唔通哦，唔通啦，我咧，我吃草药丸那就好啦。哎，啊，吃，啊，你，紧紧，来，紧紧，紧紧，阿婆呢？阿婆，你敢吃是蛮紧呀？无要紧啦，药啊吃一就好啊。安尼紧去吃，吼，紧去吃，紧去吃，紧去。阿婆，阿婆安尼好啊，卡姆吼，我来煮点心给你吃。好，好不？已经同款啦，甲朋友泡茶开讲啦。哎，五千块买去啊啦，都迄个心情，竟然泡茶开讲。嘿，迄五千块买去啊？阿母真正值钱，摕金枪甲桂花啊？桂花趁咱两个人无伫的时候，甲阿母带走啊。啊，唔等于讲哦，甲财神爷抢走啊。唉，你是春晚是要到惊死哦啦，哈！我计是迄钱哦，真正落伫桂花啊手头咧。我看伊五千块嘛，差不多去一半啦。气死人啊！桂花这个查某人哦，真正食得这够。
我都唔相信，我无办法把阿母抢倒。你会有啥办法？你唔通袂记诶，人桂花因倒是有钱有势，你是要安怎甲人抢？阿母，阿母，阿妈当时才转来。我会知。你这方法敢会妥当？无问题啦，我有把握，一定会甲阿母拖转来，你放心啦，啊。要创啥？阮阿母有伫个无？我有要紧的代志要甲讲。什么代志啊？你管遐尼济，我要当面甲讲啊。向来，你有啥物话紧讲？我真无用啊，我要当面甲阿母讲啊。春秋啊，你要来创啥？大家拢知知的啦。我坦白甲你讲，我袂阿母对你当面。你明仔替阿母做决定啊？做啊！我今仔日甲春秋也无看到阿母，我绝对袂走啦。是你要去请伊出来，还是我入来去找伊啊？啊，是你要甲你走，还是我要甲你豁出去？不是哦，我甲你提醒哦，假使你若无法当面甲阿母讲哦，到底发生啥个代志，伊是袂原谅你啦。啊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阿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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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春秋啊！阿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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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阿杰出代志啊！阿杰，我先讲出来嘛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阿母，你莫知啊，阿杰跟你是上大心的啊！阿伊看到桂花哦，给你带走，伊咧哭个敢那死，差讲要找你啊！阿杰哥，杰哥，杰哥是安怎？啊，杰哥安怎？阿杰哥做伊个阿咯。前日有车弄着啦，即摆若无残废哦，我看嘛敢若剩半条命，啊无你看伊会死呢？哪会发生这款代志啦？阿母，你会紧来去看下个啦？有在哭，这点最后一面哦，都拢记袂着啊！紧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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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紧来！阿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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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春秋来骗你，你又莫回去啦！袂啦，哪有一个做妈母你安尼家己惊死咧？阿叔哦，你嘛莫这么小气，你敢会无缘无故吼，讲恁爸拄叫车撞着？对啊。好啦好啦，莫阁讲，紧来紧来。阿母行，阿母行。阿叔啊！阿母，阿母啊！阿母啊！我着唔相信哦，阿杰叫车撞着。这个村民哦，为着要甲我抢阿母，什么代志拢搞会错？袂吧，